那不能弄到人呢、啊。约好不好？哇，那你说好不好？那你看约，然后顺便把阿福弄了。我要明天。你要上课了。我要明天放学。好，明天。可是小虎不是礼拜来吗？哎，对，明天。你是就在录。我十二点就放学。对，那你再过来。我十二点才放学。哎，对，你是每天读早班，整天。他们从早上八点半读到十点半，每天哦，那个哦，哎，送礼拜二读整天，其他半天，对，他们这个学校大概到十六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不行礼拜六，因为我要上机器人课。你上机器人课这么棒、哦，就礼拜天，下午礼拜天，就礼拜天就两个小时而已啊，十点到十二点就结束啦、啊。应该可以十，应该可以礼拜六吧？礼拜天、啊，因为机器人课比较短。礼拜天哪、啊？是礼拜天。礼拜天吧。机器人课，在那谁的上机器人课？我在龙兴国小。哦，在国小里面上课。你在龙潭国小。龙潭国小什么的呀 ？Max， 你这个 party。是什么学校？那个吗？诺瓦小学。诺瓦小学。你是什么小学、啊？你那个诺瓦。诺瓦。这几款的没有。对啊，我好喜欢。台湾学校。在台湾学校。我在台湾还没。啊！别发票。这里留着，全部都在里面。九百亿的吗？那个吗？那个九百亿的。Okay. It's like ice cream, you know, McFlurry. You want to share with the dad? 你们两个也好，就什么时候最好？你要问那个阿姨可不可以吃冰淇淋？可以跟阿姨婆请，阿姨婆请啊。